嚟到温哥华丹滩下面 Yale Town 嘅 David Land Park， 喺4月1日咧有个官方上映大野餐嘅活动，非常感动嘅系咧，原本话 80% 落雨啊，最后活动完晒咧先落几滴嘅啫，个草地都仲算干干地嘅，真系天公造美嘅，樱花仲要开到好鬼靓添。全日都有不同樂隊在 Main Stage 表演的，這裡沒認錯應該是 Wing City 溫哥華的 Local Band。 也都有很多攤位活動，雖然多數都是為了宣傳的，不要緊，那個 Five 熱鬧就可以了。市民都自备好多嘢嚟玩，画画啦、呼啦圈啦、各种球类、高吊都有。今日是来参加温哥华朋友仔活动的。咁我自己咧都系2019年先嚟温哥华嘅，我哋呢一个 group 咧就基本上都系啲后生仔 group 嚟嘅。咁啊，另外有一啲系 parents group 嘅，第一睇下樱花，第二咧就互相识下，睇下附近啊或者系同行啊有冇啲朋友系一齐可以以后打埋倾下偈咁样。咁嚟紧咧，我哋今日咧就个节目大概都系讲一个两个钟嘅啫。咁啊，有幾位咧朋友仔都係新到嘅咧，同埋有啲係啲師兄做咗一兩年嘅，咁啊佢又想大家咧帶大家玩下啲遊戲，咁啊啲破冰遊戲，咁大家咧互相認識下咁樣，係嘛？咁我介紹下呢幾位幫我哋一齊玩遊戲嘅呢個重要人物先。一年到咗啦，咁就 3D 做嘢嘅，咁就咁啱搞掂啦。如果 3D 有問題，可以大家溝通。哦，攞到 PR 啦！呢、這個成功嘅例子嚟噶。我上年8月尾到嘅，我想行 3B 但未行到啦，應該9月份行到啩。八月到九月預備攞亞洲嘅 PR， 你話幾錢啊？一個月就 PR。咩啊？使乜計數？咁我咧都係舊年八月嚟嘅，咁誒，但係就應該12月先攞，係要可能12月先攞 PR， 下年即係今年。anyway 先啫，玩得開心啲。會有啲跑動啦，可以騎單車跑少少咯。香港隊代表隊嚟㗎，前香港代表隊。我哋嘅長老啊，長老，我全谷唯一一個老過嘅人就喺呢度啦。我嚟咗21年嘅啦，咁我啲隊友就係大家咁，所以係即係，但係要定嘅啲咩嘢係喺呢度嘅嘢，可能我知道少少啦。咁就有啲知我可以答咧，有啲唔知我可能會做人，我可能即係揀到你一啲題啦。咁
所以我介紹嗰啲俾啲朋友，通常都係最底優，歡迎我哋嘅。大家喺度要今日咧，大家玩三個小遊戲先啦，叫冰道子咁樣啦。上面咧有啲資料，就要找相同，你要揾同你一樣有呢個答案嘅人寫個名上去。一陣咧，張紙上面應該都 explain 得都 OK 噶啦。我發落嚟啊！我哋阿姐踩踩啊，係咪？Major study 我係 marketing。你讀咩邊間啊？我住過屯門喎，我細個都係住屯門。你係大個見到我同大個住長沙。點解啊？你邊嘅？你係帶埋過嚟。應該係妖敵。嚇？妖敵。阻住啲人喺度，系咯，認識佢多啲喎，大家。係啊，冇人會關心你。你可以翻去先啦。係啊，擺低佢。佢咁乖嘅。哎呀，開到咁靚嘅。好啊。我肯定我見唔翻嗰啲人。冇啊，我打俾你。有定先。有定先。所以係即係你要再揾咁幾個嘅時候，肯定一佢都有，佢都有車牌。係啊。揾翻啲校友啦，咁啊，可能有啲人揾到小學校友嘅上年，咁啊，我聽到有人揾到中學校友，咁就同埋住邊度嗰啲可以入 group 啦，有相同興趣都可以入 group 嘅，我哋有好多 group 嘅，相同星座嗰啲咧，遲啲就一齊大家慶祝生日啦，咁樣啊嘛，知道邊啲人有車都好緊要嘅，揾到車你係咪先？有車牌嗰啲人 mark 住佢啦，叫佢快啲買車。咁啊，其實咧目的係咩咧？就係大家計下數同埋分組啫，大分分。亂咁叫，喺度亂咁叫。你跟住你出咗佢啦。一個人啊，做到一兩個兩唔到。狗子，狗子公。大媽。平時個公園人唔係好多嘅，想去靜一靜咧，都不妨夜晚去坐陣啦。不過就小心啲啦，燈光都幾暗嘅。行去東北方向啦，仲有隻奇怪藝術品添。今次咧就去咗兩日溫哥華，頭一日咧係有周圍去揾下櫻花嘅，睇下四月尾剪唔剪得切段片啦。溫哥華啲櫻花咧真係周街都係咁滯，去到依家四月中啦，應該都開緊第二、第三輪噶。有興趣追櫻咧，都可以睇下我 IG 啦，有丹丹同溫東嘅櫻花攻略嘅。其余就等下片啦，下次见。